11月25日系李亚男39岁生日。李亚男今日喺社交平台分享影片，话本来满心欢喜去泰国旅行庆生，点知出发前唔小心后背拉伤。现在是11:25，12点，生日快乐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啊！想不到你的生日要在医院里面过。见到李亚男坐喺轮椅一念痛楚，连拎水杯饮水都有困难，要王祖蓝帮忙。之后更要戴上颈箍嚟同女女一齐切蛋糕，希望李亚男快啲好翻啦。